打开腾讯视频首页搜索横冲直撞20岁第二季，更多独家视频精彩花絮等你来看。登录腾讯视频参与大壮福利社活动，为火箭少女101发电，就能解锁团综彩蛋视频。每周电力值贡献前3名的用户将获得火箭少女101专属福利，成功解锁11周彩蛋还将掉落惊喜。本期分为上下集，看完上集记得选看下集哦，解锁少女们更多精彩瞬间。我想带你们去看我心目中最牛的表演。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，你们把眼睛闭上。啊！哇！哇！不住的年轻人，本节目由斯凯奇赞助播出。我们第一首歌 Rocket Girls 想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喜欢。我觉得 Live House 虽然小小的，但是更好的感受这个音乐的氛围以及拉近彼此的距离吧。大家，这首歌好听吗？好听。那接下来其实我们有收到一些来信，所以呢现在想要读一下，然后看一下他们都写了什么。这边写这封信的人也在现场啊？在现场吗？啊，真的。我这边是山东威海25岁的猴子，在吗？在吗？因为比较胖，总是有一些朋友装作开玩笑的说，哎，你真的该减肥了，太胖了。而我又比较在意，每次都会不开心，就不晓得如何才能让自己看淡一点。其实我有好几个方案。第一个方案就是和你的那群朋友绝交。第二个方案就是告诉他们我不喜欢你说我这一点，或者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你可以想想，他是人，他总会有缺点，你找点别的你也说他，他骂你你也骂他。就是你们俩互相伤害，就看谁先扛不住，是吧？吃月啊。哦，你好，让我来看一下。
我是一个大二学生，所读的专业是商业管理，但在几次实习之后，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了。我更想从事室内设计的职业，但重新开始的话，我没有自信能够做到现在专业的这种程度。时间和毕业之后的经济来源是最令我担忧和犹豫的。其实我们俩情况有一点点像，我当时犹豫了很久，但是就觉得自己可能喜欢的事情就想去，还是想去做。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有足够的精力的话，你不要放弃自己的选择。曾经的我练琴到凌晨，曾经的我学调音熬通宵，曾经的我玩乐队到痴迷，却因为生活的压力和父母的寄托，选择了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工作。为了生活苟活着，现在的我还有能拿起琴站上熟悉的舞台表现的机会吗？其实有些苦恼。对，如果你真的去喜欢你现在所热爱的音乐或者是乐队什么也好，那你就坚持去做下去，就是也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吧。我这位是湖南常德小黄同学，我是来自小城市的平凡女孩，毕业后独自在广州工作，家里人催我回老家找一份安稳的工作，我还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嗨，小黄同学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平凡女孩，为了自己的梦想，为了自己有更好的生活而去拼搏。坚持其实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肯定会有不一样的世界跟不一样的路，能让你察觉到更多不一样的你。当我毕业开始工作后，父母便突然改变态度催婚，让我赶快稳定下来。但刚毕业的我还想多为自己的梦想打拼，很纠结，是要听从父母的话呢，还是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。我觉得梦想这个事情是要追一辈子的，就不要轻易放弃。你可以多跟你父母沟通，让他们觉得哎，就是女儿做这件事情很开心，然后他们就会理解，也会明白。所以我觉得选择没有对错，对选择负责就好。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为自己的理想努力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刚才亚米有说到梦想，那就跟我们第二首歌其实有关系。我们第二首歌想要跟大家唱的是《风》，这首歌讲的就是梦想。可能很多人的生命里面都会遇到很多需要选择啊，需要去做决定的时候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不要给自己留遗憾，对，想做什么就真的去做。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《风》，希望可以带给你们一些启发和能量。
实我蛮喜欢那样的氛围的，在舞台上大家都一起随着音乐开始舞动。一直没有机会唱这种 live house， 其实这种小舞台它有小舞台魅力，因为它能够跟观众就更加近距离的去互动，就现场感会更强，因为我是觉得气氛上会好很多。风吹过干枯沙漠，轻抚过潮湿海边，风吹掉我脸上的眼泪，吹出了笑脸，当它吹遍了我的脸上，突然就成熟了，当风吹散过冷漠感性了，雪落下过雨也落下了，而我也不再是那个之间的友谊嘛。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，我们之间有没有还可以吐槽的点？是为了印证里面那句歌词是吗？对，因为就是那个歌词里面不是有讲，就是什么你知道我所有丢脸的事情，但是却为我的形美好形象保密。所以就是想问一下，有没有想要吐槽的？当然有。我希望各位比我高的成员能不要再穿增高鞋了，这样子我显得我的增高鞋就是没有意义。还绑架我。再说一遍。什么什么？没什么。什么？沙子进眼睛了。沙子进眼睛了。哎，我吐槽老鸭。我就知道这个枪口总会指到我。老鸭最近给自己压力太大了，可能是因为队长。就是可能是我平时经常叫你老鸭，觉得自己变老了。不是，如果说我以后要不叫你老鸭，那么你以后就不会老压力大了。哦，我要吐槽杨超越，他老是逼我用他的东西，比如逼我用他的口红。啊，对，今天我就想让你看看我口红好不好看，然后还说我没画眼影，我明明画了。我要吐槽付晶今天说我，他说我今天穿的鞋不好看。说我背的包也不好看，还说他耳环戴的也不搭。我都说了，都穿出来了，你就不要吐槽了。我吐槽吧，我吐槽了。这期女主人公我吐槽张子啊，倒也不必。张子宁真的是也不必。长得太好看了，我的天哪，我。这要给你个深深的拥抱。想骂人，但是我又是一个好青年，不会骂人。漂亮，吐槽真的是太走心了，我觉得这个我太爱了。这种吐槽可以多来十斤。虽然我们平时吐槽对方的时候不留情面，但其实我们最懂得彼此的弦外之音和有口无心，这才是朋友最珍贵的地方。
我觉得就好像是唱给我姐妹，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能认识她们十个姐妹真的太好了。此时此刻我们唱的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见证过彼此的糗态，为热爱流过汗，因误会流过泪，但生活的淘沙让性格迥异的我们依然是彼此的真心守护。人生就像火锅，吃火锅时吃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身边坐着的人。人生之中去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人一同前行。好了，大家已经看到这是火锅，这就是我要带你们做的第三件事情。哇，那提到成都就是一定要有成都的味道，就是火锅的味道。所以我就带你们来到了火锅店，然后我，他要给我们倒茶吗？你看，他是里面真的有水吗？真的。超需要技术，这个。这边有没有想要体验一下的？我，来。亚米，我要离亚米远一点，别戳到我。我要学那个。排球，怎么往下降？对，这个还挺厉害的。还有谁要体验的？快点，让我来看看杨超越怎么倒啊！到这边，哎，别怕。好，往后面收。会。朋友，你知不知道你的那个茶，已经到这边来了。我们的那个火锅里面都有茶水的味道。我知道，这个收的时候一定要，趁他没有反应过来就收掉。我想试一下，老师还有什么手势吗？来一个难一点的吗？倒也不用，拿到额头上，先这样，然后再翻过来，然后一下子哟，拿过来，哦，感觉好难啊！烦了。OK， 这样，哇，来你就拔呀，姐妹。对不起，等一下，我可以。来，等一下，我可以，等一下。还有这个辣锅，然后那个，哎呀，这个辣锅茶味的，太难了，谢谢。来了，咋变的呀？
它就这样子就能变。哇，孙悟空！来了来了，要跟我们互动。好，我们看了节目，现在吃饭吧，耶、yeah ！涮肉肉，涮肉肉，涮肉肉呀，涮肉肉。嗯，虾滑虾滑涮起来，虾滑一定要大块，大块大块大块块。啊，牛肉好嫩呢、啊！哇哦，冰粉！我这冰粉也太足了吧！嗯、朋友们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太绝了！那接下来我就要进行我的常规环节。好了呀，谁最了解我？但是今天的形式比较特别，就是我想让大家去猜一猜我爱吃的碟是什么样子的碟。你还没调是吗？对，我没有调，我完全线还没有动。干碟。猜猜看，调到一个碟之后，我会说出一个哪一个是最接近的。好，走。我就凭感觉了。我来了，我也来了。我就问一下。你口味跟以前一样吗？还是说有变？有变？一样，完全一样。OK， 那我知道了。我觉得，对，肯定会有这个。在我印象中的子宁就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一个人，所以呢，我就只加了蒜、香菜，还有香油，然后放了点盐，然后加了一点点辣椒，没了，就很干净。嗯，其他不知道，但是跟辣椒有关的应该会喜欢的。辣椒油来点吧。哇，这个应该挺辣的。那我来调一个新颖的酱。那我觉得写歌创作的人都应该会喜欢创新的东西吧，所以我就给他就是各种凭着我的想象，就什么颜色鲜艳就放什么，调了五颜六色的那种料。嗯，简单明了，全部的东西都放进去就得了。我就先从这一碗开始了。好，还挺专业的，美食专家，一点一点的尝。他这好像是那种真的食神美食家，怎么样？我心里已经有了。哎呀。哎，这几个贿赂的，没事，我们相信子宁，他是由心而走的。哎，子宁，来吧，来三二一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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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首先是谁呢？Yes， 选了我们俩。哎，我就说嘛 ，Yummy， 嗯，你这一碗特别合我口味。哇。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亚米这一碗这么辣，比成都人吃的都还要辣好几倍，味道很好吃，加了那个辣油，味道很好吃。 OK， 我调好了，然后我要拿走亚米调的这个。我第二个问题是，我只有一个酒窝，在哪边脸？我知道，我刚刚看见了。子宁，有一天一个火柴摔了一跤，他着了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右边。你太好逗了好吗？也不挡一下。
我下一个问题啊，我在创造一零一的时候有一期是在游轮上喊话，我喊的是什么？三二一，我要永远做歌手，然后我要一直唱下去。字太多了，不是，我要一直唱下去。我希望做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歌手，跟歌手没关系哦。我想永远做自己，我希望能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哦，类似。我希望越来越勇敢。你说啥？希望越来越勇敢。你猜的吗？嗯，对。哇，因为我记得你好像就是在那个创造一零一的时候就特别没自信，一直在担心，一直在担心，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是想要勇敢。对，我有跟你讲过，好像一零一的时候。好，杨超越得一分。我盲猜，我太了解他了，我盲猜都猜的。下一题刚好跟超越有关。我们在沙漠的时候，他问我刚变掉夹的时候我唱的什么歌？我只专心在夹夹子，我没有听到。来，小酒窝。小酒窝。这么简单吗？因为我跟你唱的呀，姐。来。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有点抽象哦，大家来盲猜一下，我的个人技是什么？睫毛上放火柴，哎，真的跟睫毛有关系。猜我的睫毛有多长？四厘米，八厘米，我知道，五毫米，一点五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答案，所以上尺子，我们来试试哦。你不要直接量他睫毛，你用东西量，量完之后再量那个东西也行。纸巾。亚米，你量就是最长的那一根。好的。这里吧。对。一点二。好，官方回应，张子宁的睫毛有1.2公分。就用你粉丝的话说，我想在你的睫毛上滑滑梯。嗯。哎，那我特别好奇，大家有没有对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？那必须太多了。就是有一次印象特别深，就是在雪山的时候，就是他不是到最高要下去吗？我们那个雪山不是上去容易下去难吗？下去很可怕。然后他是硬生生被那个老师这样拽着下去的，他脚都没有离过地哦，我跟你讲，他一直边哭边就是那种，真的很好笑。在哪儿啊？张子宁，你太好笑。啊！我觉得子宁就是一个性格特别好的人，特别有耐心。你记得我们当时不是住那个小木屋，外面不是特别冷吗？就下着雪什么的。然后现在他那个手已经冻成猪蹄，就是没有办法动了，都已经。哎，永远都不。你看我的猪蹄儿，冻死了，冻不了了。哎，醒醒。然后结果还是没有怨言的，就是帮我弹。包括到后面我们调色，然后剪辑，别人的事情比他自己的事情还上心。对他就是很上心。哎。也就应了他那句话，他觉得被需要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对，我超开心，就是大家有什么事情就是能想到我找我。那天我们不是我被那个沙鼠咬到，然后呢他就很紧张，他就帮我找创口贴，找，一直在翻那个包。我觉得在创的时候觉得你好冷，但是后面接触起来就是你只是有时候就是没有表情的时候会显得冷，但是外冷内热嘛。我其实一直心里觉得我是个很有趣的人。你知道我跟他开始真正聊天的时候，是我那天说，哎，子宁，我跟你讲个笑话吧。是啊，有一个香蕉把衣服脱了，他滑倒了。然后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才跟他好起来的。哎，那我试试吧，我现在就是有一只，我还没开始呢，就是有一只鸟在天上飞，你想象它是叫子宁的小鸟，然后嘣，它被打中了一枪，然后它只剩下一只翅膀，它还在继续飞，为什么？你猜猜。它另外有个翅膀是假的，不是，它是个机器鸟，不是，因为它没有打中它的翅膀呀，不是，它被打中了。因为它坚强啊！这
次我们一起去玩了那个剧本杀，扮鬼吓他真的太好玩了，太有成就感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是看到那种东西，我会一直跟他道歉，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你不要来找我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看见你了，我看见你了。我对子宁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当时比赛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，但是后来我发现你就是越来越开朗。我就有摄像机的时候，我就特别不知道什么话该讲，什么话不该讲。每次这个时候，我就说那干脆我就听别人讲好了，然后就养成这种习惯。就你们就跟我说，就是不能就是总是等着别人先来靠近你，就也要是先勇敢的先说出来。就是我们录第一期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坐那儿中场休息，然后子宁就。然后我就哇，这个女生好高冷呢、哦。我觉得她应该是在观察你，心里面说怎么办，我怎么靠近她，我怎么靠近她，内心 OS 是这样的。对，因为我第一次录节目，我那会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我就坐得很端正，我当时腰真的快折了，感觉就生怕动一下就会有很多人关注到你。对对，我那会儿超怕被人关注到，但是我关注到了。然后后面呢，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我就老听到一个人叭叭叭叭叭叭叭。我说他们在干嘛呀？我在以这个暗号会友，喜欢小黄人的就会来跟我聊天。两年多下来，子宁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真正的白富美。啊？你听我解释啊，白是白的纯粹，因为他喜欢的东西其实很纯粹，他喜欢唱歌。富呢，就是我觉得在我心目中，子宁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。对。还有就是美，对，美不止外表。然后还有就是你心灵很美好，我觉得真的认识你很开心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哇，好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就是听到大家对我的印象。对，所以其实在我知道我要带你们来我家乡的时候，我就有自己提出来，我说我想准备一个东西送给你，这东西我准备了很长时间，是一个告白仪式，是写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有。哇！上才艺，上才艺，只此一生，为你所愿，只此一生，为你所愿。为你所愿。OK 哎呀，还有啊，哎，你的花是从哪里拿出来的？刚才你们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去装的，去厕所门口摘的，是吗？太好笑了。表白大会，好，来吧。自称大哥，却软萌可爱，还一心收敛男子气概，弯弯笑颜就像天性一般，横是上原来也有精灵的存在， AKA 吞地让我的扁掉下，城堡下电脑洞打开，用心聆听，他是天籁，天真烂漫还会调皮和捣蛋。Call me yummy， 是个酷盖，酷盖，穿着碎花裙裙。也能耍帅，哎，好帅，可以。京剧随时信手拈来，为什么到我这开始笑？小鸟依人也能气场全开，小巨人。站立开了，没人比他爽快，站上舞台就是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，
彤已经害羞的低下了头，是不是？我来，气死我了！我的表白环节好了吗？气死我了 ，OK 吗？对。张一开朗，没人比他爽快，站上舞台就是王者风范，唯一女孩，激起万千宠爱，撒娇性感，样样精彩。影子撒上是你的姿态，爱前面等待，欢迎进来，元气上火力全开，彩虹加导演笑有云云散。好听，需要一下吗？因为还有一段。这几句是我想要对你们所有人说的话。缘只缘岁月漫长，时光不会蹉跎你脸庞，总有一段记忆想到就热泪盈眶，玫瑰女孩一直会在我的指顶上，多年以后我仍愿为你。皮上粉色西装，哇，这些太讨厌了，他们太讨厌了，在这儿煽情，哎，我本来不能哭的。嗯，我真的因为很就是有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说，眼睛看过了。玩浪漫还是张子宁强啊？双鱼。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写到哪一句，我想到的就是哪个人，那我跟他的回忆和画面就在脑子里面，就是活灵活现，就在我眼前。最后四句呢，就是真的是想对他们十个人说的话，真的是希望就未来在我们不能每天都这么待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希望时光能对他们温柔一点。缘只缘岁月漫长，时光不会蹉跎你脸庞，总有一段记忆想到就热泪盈眶，玫瑰女孩一直会在我的指顶上，多年以后我仍愿为你披上粉色西装。对于子宁来说，音乐就是他的语言，音乐就是他和世界交流的方式。很高兴我们能进入到他的世界，也听懂了他的语言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子宁是不善言辞的，但很惊喜的是，不善言辞的他会为了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。在我的成长记忆里，所有的事情都与音乐有关。他是父母对我的期望，是他让我发光，是他让我遇到了最好的伙伴。音乐给我的美好，我也要通过音乐给我爱的人。关注微信公众号知春路可不这么讲，解锁更多幕后故事与福利。 Music 啊，这个评论好难找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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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现在观众是那个牛推一直好好嘞，因为每次
感谢新浪微博、新浪娱乐、知乎、界面新闻客户端、扎克新闻客户端、凤凰娱乐、橘子娱乐、月头条 APP、第一单 APP、闪萌表情、影视头条、北京头条、一心理、巨头 APP、西半球 APP、新鸟公考、想见你 APP、西瓜子 APP、明哲 S、美萌 Manner、Face 全都全头，网易新闻、腾讯极光、极光 TV、百度、秒懂百科、腾讯看点、塔图文学、有道云笔记、腾讯新闻、腾讯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每周一晚八点，会员尊享很高兴一起吃，和火箭少女一零一共度晚餐时间。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，刘奶奶找刘奶奶买牛奶，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，给你们安排了上好的座位。Yummy，Yummy，来一个 ，Yummy。你以为我是音痴吗？不是，我马上就有写新歌的一个，就是一个新的灵感出来了。啊，什么剑是透明的？绿剑错，答案是